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《狗屎写手》。谁说这个单元邀不到来宾的？谁说的？对啊，我们今天一邀，直接邀一个最大咖的。拜托，越来越大咖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人以前就在电视上看过，根本没有上网络节目的。拜托，现在出现在我们节目了。没错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欢迎罗时丰罗大哥。来就好了，带礼物，带礼物，这是礼物，这是要砸你们。哇！从这一句就听得出有注意这个单元的感觉。哦，有，看了，至少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要稍微做点功课。是，要确定自己要进入。要怎么被弄？对，要怎么被搞？我们知道罗大哥就是国语、台语、客语歌都唱过，我国台客，先会有一些可能外语的感觉。没错，听不太懂。英文我不行哦。哦，没关系，你就学那个音就对，照着接跟着念这样子。哦，我们练习一下吧。英文啊 ，Je suis du vache。You see du vache。哦，赞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刚刚这个是什么？刚是法文，我是一头牛。哦，我是一头牛。OK， 所以等一下大概就是不管听到什么，就帮我们学出来。那如果我是一头大屌牛？大屌牛，哇，尺度这么宽吗 ？You see du vache， 他在讲 cross beat。等一下就交给罗大哥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就交给我。对，是交给你。没有，互相，加油。好。说到棒球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棒球迷，可是你如果看过国际赛是棒球，每次喊暂停要休息的时候都会进广告，每次播的都是同一广告，你们注意过吗？都是同一广告。来，有没有知道这广告是什么？可以帮我大声唱出来，有没有？哎 ，OK， 没错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人坐在一个巨大的胶囊上面。然后他就是感冒龙丝丝，可能有些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观众，这个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了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掌声欢迎罗时丰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时丰。大家好，打开后啊，开卡后，我是毕业罗 Daniel。大牛罗时丰，哎，我先说，我今天上台是没有付钱的哦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知道蓝绿付了多少钱，但是我没有付钱的啊。你们知道哪一个艺人最会掉手机吗？你们知道哪一个艺人最会掉手机吗？就是我，我是罗时丰，就是我，我是罗时丰，我是罗时丰。以前大家都叫我大牛嘛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没化妆的维里安。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没有化妆的维里安。好了，开玩笑的。这开玩笑，这委屈了维里安了、啊，真的。我是每个棒球迷的噩梦。我是说真的，我是每一个棒球迷的噩梦、啊、看到我，你们是不是说想要听那首广告歌？看到我，你们有想要听那个广告歌吗？没问题。Pinky 三种口味。Pinky 三种口味。等一下，表现好一点，我再唱 QOO 给你们听。你们等一下，表现嗨一点，好一点，我再唱 QAA 给你们听。QOO 给你们听啊！啊，我是大牛嘛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大牛嘛，对不对哈？你们知道大牛比较懒，倒过来怎么念吗？你们知道大牛比较懒？倒过来怎么念吗？哪雷几龟呢？哪雷几龟呢？哪雷几龟呢？好，这个梗在网络上会比较好笑。Daniel is still 难。这个梗在网络上比较好笑，你们听不懂。我出道已经35年了。我出道到现在，你们知道我已经35年了。我还记得出道那一年。我还记得我出道那一年哦，台北这一带都只有荷兰人。
你知道吗？我出道那个时候啊，台北这一带只有河南人而已。我都有在 follow 年轻人的流行啊。哎，我都有在 follow 你们年轻人的流行哦。你们现在最喜欢唱那个 rap 吗？你们现在最喜欢唱的 rap 嘛，对不对？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。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。歌太新了，歌词还没背起来。哎，这歌很旧了，不，很新了、啊，哎，太新了、啊，哎，我还没背起来，哎、等我背好再唱给你们听哈、哦。对对。哎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曾经是一个风流的罗姓歌手。也曾经是一个风流的罗姓歌手。叫我百吉就可以了。叫我百吉就可以了啊。也可以倒过来念啊。啊，记得啊，如果今天不好笑，我是罗百吉。记得啊，如果今天真的不好笑的话，我是罗百吉。最近很开心。其实我最近还蛮开心的。因为护照证明案通过了。因为这个护照证明案通过了。以后我的护照上面。以后我的护照上面就可以大大方方印两个字。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印两个字。苗栗。苗栗。我其实去年腹膜炎发作。如果有 follow 我的话，有些可能知道我去年是有腹膜炎发作、差点小命不保，差点挂掉，小命不保，真的。那时候医生跟我说，那时候医生有跟我说，这个肠子一定要切，这个肠子一定要切掉。我说好，那不要加辣。我说好，但是不要加辣哈。最近有很多过气艺人都跑去拍 YouTube。最近哈、哦，说真的，有一些过时过气的艺人哈、哦，都去拍 YouTube， 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人要看。想要证明还有人要看。但我不一样哦。但我跟你讲，我不一样、哦。我拍了也没有人看。我真的不一样哦，因为我拍了也没有人要看。拜托大家一下，我 IG 只有200追踪而已。拜托一下，真的啦，我 IG 哦只有200多个人追踪，其中一个还是五洲制药，其中一个还是五洲制药啊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要去直播卖海鲜了。再这样下去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可能要去直播卖海鲜了。我今年出了一张新专辑，但是哦，我跟你讲，过气虽过气，过时虽过时，我最近有出了一张新专辑，对不对？叫做体验、啊，叫做体验。到目前为止的销售量，到目前为止的销售量啊、哦，体验是蛮差的，体验真的蛮差的。我拜托大家支持一下。拜托啦，拜托大家多支持一下啦，不要说我是客家人就不消费，不要说我是客家人你们就不消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上礼拜的故事。那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故事，好不好？我前两天哦，想要把一支原子笔塞到肛门里面。我前两天哦。想要把一支原子笔塞到肛门里面。本来想要把一支原子笔要塞到肛门里面。我赶快用丝丝。我赶快用丝丝啊！鼻塞屁眼用丝丝，鼻塞屁眼用丝丝。好了，各位可以继续看棒球了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可以继续看棒球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！观众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！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罗哥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没有任何。现在很多表演，
没有任何一集比这一集好看，真的太好看了。今天会不会录其他集的？会有一点点。今天几乎每一个都中了，你觉得今天刚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用需要剪掉，因为有时候会比较不好笑，比较剪掉。今天这个小秘密，你们可以整段用哎，我觉得真的，今天这个时间太长了。不会，就是一个精彩。可是我那个真的在来之前，你有想好你说？你们写的好屌，有的我真的是，我的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哪一个？忘了，印象最深刻的。阿志还忘这？那个唱歌那个哦，好，今天原汁重现，真的对啊。然后冰个雪山中苦，像本来小时候我要唱那个。结尾也有让你唱到，对，好像是不是那句挣扎了一下，有那个也是，冈本那个好像是你说为什么会想最挣扎的感觉，鼻塞鼻炎，鼻塞鼻炎有这个还是罗大佑的演绎才是最精彩的，你在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超级厉害，那个出道65年，不是盖56年。